近日，屈楚萧因在热映电影《流浪地球》中饰演刘琦一角受到广泛关注，又因其在小号及社区发表的部分言论引发热议。2月22日下午，认证为屈楚萧粉丝后援会官方微博的屈楚萧粉丝后援会发布解散公告。公告中称，支持他以创作为本之心，不愿让他事与愿违，不愿让他被是是非非打扰。经商议决定，即日起屈楚萧官方粉丝后援会解散。公告中还表示，此次解散是在征求屈楚萧本人意见后做出的决定，且屈楚萧粉丝将不再设立官方后援组织。